接下来呢，就来吃这个红心火龙果，这三个是1公斤，8块钱。前段时间没有红心火龙果，或者只有小的，然后现在下来了，过段时间会便宜。啊，看起来好棒。太棒了。它这种甜是你需要细细的去品，才能品得到的。刚刚吃了5个菠萝，再来3个火龙果，等一下还吃别的。我想以后不会有人说我有厌食症了。第三个，有虫还在里面爬，好可怕。好了，火龙果就吃到这里了。